F4 合体宣传的时候，沈月成团宠，而梁靖康被忽略了，网友心疼。我们都知道，自从《流星花园》这部电视剧开播以来，沈月又是认识了四个好朋友，在四个大帅哥里面，沈月作为唯一的女生，也是成为了里面的团宠。虽然这部电视剧也是被网友们是各种吐槽的，里面的剧情、配音和人设都是让网友们是觉得各种嫌隙的存在的。不过在电视剧里面，沈月除了和王鹤棣有感情戏之外，和关宏也是有感情戏的。但是在电视剧里面，沈月和王鹤棣两人还是要数是电视剧里面最甜的两个人了。两人在电视剧里面相爱相杀，戏外更是甜蜜满满。王鹤棣在片场经常是各种逗沈月。现在的电视剧已经是播出了一大半了，这部电视剧也是很快就是到大结局了。 F4 和沈月最近还参加了欢乐之城的录制，五个人相处得非常的融洽的。我们都知道，沈月作为里面唯一的一个女生，自然是团宠级别的待遇的，所以在很多的活动的时候，一般都是站在 C 位的，然后周围分别是两人帅哥。作为和沈月感情戏最多的两人是王鹤棣和关宏，这两个人自然是站在沈月的一左一右的。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两人的话筒也都是偏向沈月那一边的，让沈月的声音都是应该要大一些的了。这个举动也是让很多的网友是觉得王鹤棣和关宏两人是非常有绅士风度的一个存在。他们五个人也是在为流星花园还有接下来要播出的欢乐之城做出一个宣传的。本来沈月是说完话，是轮到接下来的四个人说话的，因为沈月的话已经是说完了，所以王鹤棣也是把麦拿了起来，然后放在了吴希泽和王鹤棣两人的中间。后面吴希泽的说话让大家也是能听清楚的，但是关宏却没有及时把话筒拿起来，还是放在了沈月的旁边，身体也是稍微偏向于沈月说话的。这个也是让旁边的梁靖康瞬间懵逼了，在梁靖康说话的时候完全就是没有麦了，关宏看起来真的是呆萌，不知道要把话筒给梁靖康说话的。这个时候的梁靖康觉得是非常的可怜又尴尬的，梁靖康就是对着空气在那里默默说这话，也是让很多的网友都是纷纷表示非常的心疼，不知道他们后期自己看见了是什么的感受呢？喜欢小编文章的，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进行评论哦。